两个月都没有开工，口袋也早已经空空，没收入很头痛，坐至山空泪眼朦胧，恨不一盼来了开工，我一路狂奔到广东，老板说会慎重，隔离两个星期再开工，我听见车间的机器转动，朋友脸上露出笑容，被关在宿舍的我好心痛，我何时才能够开工，我手里拿着老干面一桶，只能吃面因为我穷，吃饱了继续睡觉做好梦，这样下去直走中风。我已经在家憋了有两个月，都分不清了白天和黑夜，精神状态分裂，我像是中了邪。 Baby 的 Baby 的，小学生最开心是不用上学，当家的口袋掏空像是大储蓄，老板不能营业，我也跟着失了业。 Baby 的给疫情逼的 Baby 的 Baby 的 Baby 的，没收入被老婆骂的，妈的多么激烈，妈的精神分裂，妈的快要吐血，都是疫情逼的 Bab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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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我太难了。新群搞笑视频群社区，微信搜索新群，再点击搜一搜新群，关注后免费进群。